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把这个放在一起？好啦，我们准备下去喽，下去喽！我们应该好好珍惜卡 bug 的那个时候哦。你看鲨鱼不来咬我哎、欸，真的，终于可以在繁星的聊天留言了，恭喜你！留言为什么？你之前发生什么事了？对啊，你是不乖被 ban 吗 ？ban 了没有啊？怎么可能 ？ban 的怎么可能还可以留？我可能不小心找东西的时候点开了吧？怎么那么巧？有没有？要采沙子跟泥土啊，不然不够。哦，验证哦。对啦，有可能啊。可你还没满十八岁吧？不是啊，可能不知道去哪里验证，跟你一样看不懂。哎、好久没来看我的台。那、啊、你这种，哎、欸？不对啊，你还是子木之母有送我的送我爱心啊，怎么会好久没来看我的台？你看你送我爱心我都知道哦。啊，哎、欸，干，不要刚好接这首歌啊！这首是躲猫猫用的歌啊。一个鲨鱼了可以撑多久？要看鲨鱼的心情好不好？我不知道、欸，我真的没有研究哎、欸。那给我配这首歌，我吓死了！哒哒！中文名称，这个游戏没中文啊，中文名称啊，就是法、啊。然后你没看我的精华、啊？什么精华？你的影片？你没看我的影片？刚刚突然接这首歌，我怎么傻眼呢、欸？傻眼，繁星。你又吃饼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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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饼干啊！饼干被咬掉了，是我吗？兔子刚刚说可以打字的，好像不是你哦。不过你也可以打字，很棒哦。哇，你好棒哦，能打字哎！哇，怎么办？看不见啊！哦，是这边啊。好吧，睡个觉。虽然我不想睡觉，睡觉会耗这个。那过。一二跟那个啊，水分。哦、烤个烤土豆。好啦，继续啦，等他咬吧。大白菜，是啊，很像啊。玻璃心，哦，这些 BGM 也太巧了吧！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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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很久以前了，有一阵子退学出问题啊，他们那边。这阵子蛮常出问题的啦。这阵子我倒是不知道。你的 BGM 好聪明，我也觉得。没关系，等下快没了，快没了，快没了，这第九首了。Twitch 的名字怎么设定？前面有中文。你要去后台改。啊！被咬了，被咬了，被咬了。你按右上角，然后按下来，小三角形按下来有个设定，然后设定里面就可以找到更改中文名字咯。那个什么显示名称，显示名称改成中文就会有中文咯。点不到啊，烦死了。好好好好 ，BGM 没了，对啊，刚好跳出去画面，重弄，改不到就放弃了。没关系啊，你看我也没改啊，我还是喜欢聊天室还没有中文名字。哦，对啊，可是我就很痛苦啊。就是看起来大家都很整齐，而且那个时候 ID 都背得起来，现在就会觉得现在就背不太起来。除了一些老观众已经记起来的，哇，没了哎、欸。好啦，我挖完这个真的要走了。但是常讲话我还是会记得，真的。还是我英文不好笑他。啊，就有人喜欢英文不好的啊，有什么办法、啊？装哦。哦、oh。现在光带很多，带很多，这样我们会很烦，但我们要记很多。英文也超烂，没关系啦，堪用就好。对啊，哪边紧急出口跟厕所在哪里就好。不用，那不用看英文啊，看图案都知道啊。啊！我的土豆仙人掌里面不是仙人掌啊，稻草人里面做事哦。为何鲨鱼会咬木板？因为木板长得像饼干。台主的英文跟我一样好，你的英文很好吗？哦，那下载了 Google 翻译，还有那个，不会啦，有观众就好了。对啊。哎，我们上去吧。来来来，是个广告。国王盖错了、欸，他可以拆掉吗？盖错，只能做斧头拆啊！拆掉它，拆掉。
要绳子哇，不行，没绳子了，滑过去嘞。英文好有好处，但也不是必须的。最好还是会一点点啦，不要小看繁星的英文，他可是有台语认台语证书认证。你这在说啥？对啊，我还可以教台语哦，讲台语啊。来，讲错就错吧，这是最后的，我们最后的讲。宾是台语，好的。到底有没有滑出啊？可恶！没有。把这个毛巾收起来。他兵哥要出来了吗？没有吧。哇，没办法哎、欸，可恶。好啦，那大概先这样吧。其他就我拿来录影用，因为感觉够了。要关台了。嗯哼，对啊。你要做其他的事。东西吧，那吃给大家听。没有啊，吃晚餐啊。哦，吃。动。嗯。是啦，因为想要过去啊。啊。这样吗？不是啊，因为现在是逆风啊。我想过去，可是风是从那边吹过来的啊，懂吗？如果我转的话，你看就往前了啊。好啦，跟他说拜拜啦，我们材料不够了。材料喽。哎、欸，我现在没有武器呀、啊，我只能这样子了。不要！完蛋了，还不打死你？对啊，因为剩下的东西像，嗯。哎、欸，跑哪去了？那个思路啊，这个啦，像这个东西就做一做，可以录音的时候拿来用。我应该有挖吧？对吧、啊？可以，应该材料够，所以我们可以做第一个熔炉了。嗯，好啦，那先这样啦，关台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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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冲冲去冲冲。感谢小起点圈爱法，哈！希望你有美好的一天，我也希望我有啊。最近快被太阳搞到不行了，不行人事了。Thanks for sharing. 好了，存档，拜拜拜拜。之后就多开这种收集的台吧，因为本来这个是昨天就要收集的，昨天大家都来开台，没办法。嗯。什么东西我竟然看得懂？看得懂什么？嗯，看得懂那个刚刚那一串英文。因为 Google 翻译啊，Google 翻译啊、哦。
我的网页会自动翻译啊。好好哦。